feels expected to make groups. I mean, to be honest, we got lucky that we dodged both Hamalife and LNG, the two best teams in play-ins, let's be honest here. Once Hamalife and LNG were out, we should force zero that group, and losing to UL was kind of embarrassing. And then losing to DVM afterwards was even more embarrassing, so I was kind of angry about that, but overall, more practice on stage isn't actually that bad, so it's fine. Now dominating here in this game is Cloud9, looking at that final spot in the group stage. Most people would consider Damwon and FPX to be the favorites, not only in our group, but also some of the favorites, you know, after the tournament. It's not an easy road to make that group stage, but I think that we can do it. So I really want to, you know, shut the people up and show them that we can actually do some real damage at Worlds.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回来。哇，刚才解说完话。 说出了气势，虽然和 DK 帮 Plus 一组，但是他选择打那些人的脸，然后选择让他们闭上嘴。但是究竟发挥怎么样，我们要看选手的一个发挥。那么反正我中单也能飞。对。哦，纳尔，这边是选择了一个纳尔。其实 Fuse 这名选手在最开始 C9 组现在这个阵容的时候，他是唯一短板，因为大多数的资金就花在了中单这个引援上面，就全部引进了 Perks 这名选手。但是上单 Fuse 在打完 MSI 之后，下单是越打越好。是的。 现在逐渐成为了队内的支柱核心吧，也在欧洲的这地位是非常非常高的。来了，电刑娜美，哇，这个下路一整套打下来，贼文可能会有点身体不适，非常强势。Q 的准的话，其实线上换血会非常厉害。哦，这把Inspired他是一个刺客流奇亚娜，因为一般来说你要出这种战士流肯定是带中者，这把肉哥就是冲。他这把应该是星石或者是。 暗行者之爪，对。其实我看一些比较老的绝活哥奇亚娜是比较喜欢出暗行者之爪的，因为那个操作空间拉满了。虽然奇亚娜已经足够灵活了，他 E W， 然后这还有大招，但是就加暗行者之爪这么一段，哦，你可能完全想象不到。对，他可能会直接在你脸上飞来飞去，然后你就没了。对，特别是面对一些就是需要放指向性技能的英雄。是。 两边都是上面开，应该，主要是下路两边这个组合，谁往上线可能对线都会非常的难受。嗯，而且泽文这把是要出暴击流的，因为一般来说带强攻肯定都是出狂风或者海妖那一套。嗯，但这把我感觉，我个人的看法是他是不是有机会出盾攻啊？因为对他有威胁的人挺多的。嗯，其实可以。对，看一下他这把够不够优势吧。我感觉他如果他优势特别大的话，可以出。 来了，两边帮开，上都是上单帮开，下路直接上线，往下刷了。这把肯定还是要前期看一看下路的，先上线，开上校撕开卡包，数据解封，看好前期的 Rogue 以及后期的 C9。哇，C9 后期确实很厉害，无论说是有这个塞拉斯可以偷技能，还是说自己有猫咪，猫咪加上赵信真的是很变态的。 哦，这个对线直接莽上来打个电刑，但是因为自己带的是一个强攻，完全不虚，回头平 A 出了一个强攻，而且回头 Q 到， 一直刷被动 ，A 小兵 A 人 A 小兵 A 人，这换血有点亏啊，不过还好卢锡安这边是三红出门啊，可以耗，两边都耗得起，哦 ，MF 这边也是三红，两边都是三红出门，那这下路可以互相消耗一下，对，而且一边猫咪一边娜美，谁也不怕谁。 下路是一个非常公平的对决，因为也没有谁带治疗啥的。但是等上到三级的话，如果血量都持平的情况下，肯定还是卢锡安加娜美会更强势一些。对，因为娜美的技能前三级都是 buff 队友的。中路兵线推进来 ，Perks 在中路稍微稳一稳。 下路对线暂时也还算比较平，我们看一下打野的一个刷刀啊，两边打野刷的都挺多，但是现在哎，下路对拼一波，这边是把虚弱给交掉了，那这感觉是一个时机，哎兄弟，下路没虚弱，要不要来试一试？但是因为女枪有闪现有净化，感觉也没有那么好用，再加上现在 TP 都还没有交。Leber是把下路下片也去刷完，直接再回到上半区去收的这个核心，因为他知道下路被推线这核心控不了，所以来到上半区。 那现在打野刷完，24刀都回去，再刷一个石头人28刀刷法，刷完之后呢，就可以看一下要不要干，或者说回城补装备。但通常28刀刷完的话是不够出鞋子的，或者不够出铁丝边之类的。
可能都还要稍微再等一下。这波兰博很怕呀，我下路猜一下闪现。我前面就说了，这个娜美他加上娜美加上卢锡安上来 A 这个电刑，他把娜美的三个被动逆境的三个被动打出来，然后再触发电刑，并且自己的伤害再触发强攻，是真的有可能一套秒杀的。这个爆发有点夸张。嗯，主要是前面确实幽密的奶量也没有那么足，不过还好这边是个女枪跑得快。是的，要是其他 AD 现在估计退的更多。哎呦，这波消耗可以。那肉哥这边应该是等待自己家卡牌上六的一个时机去找波机会。Proxy 现在在中路过得并不是特别舒服，不过还好身上还有两块饼干。但他这波回家要交 TP 啊，感觉还是不舍得回家。嗯，这个线塔兵得先吃，那拉森可以先回波家，先寻找机会。而卡牌现在通过自己被动，经济已经开始慢慢领先起来了。卡牌这种硬超级英雄还是厉害。哎，这一波直接 TP， 我们要注意这个 TP 差啊，因为现在卡牌先交 T， 如果这个时间点就这一刻开打的话 ，Perks 是可以直接来下的。嗯，不过他这个 T 应该是。还是回线的多一点，他就直接逼你 Perks 交 T 嘛，你如果交 T 卡牌有大招可以飞，那 Perks 这波只能硬亏几个兵了，这个 T 一定得留着。赵鑫也在下路，两边打野互相不知道，其实是都有想法。哎，但是看到了赵鑫就在后面来要对拼，这个水炮是并没有命中。是的，纳尔直接贴到上路，现在是有一个上路的 TP 差。纳尔回家是直接先来了一个水银鞋，你中上都是 AP 伤害，而且中路还是一个带控制。但补了一波状态之后，七九下路回来把这个补刀也补回来了。其实两边下路都要小心，因为女枪没闪，然后这边娜美也没闪，打野都是可以来的。Perks 到达了六级，但是现在 Larson 他是带点燃带大招的，这波几乎是必杀之局，看要杀谁。三波踢直接踢线上，也不搞花里胡哨的，直接踢上来。齐亚娜这把还是选择一个电刑出铁刺鞭的一个出法。电刑铁刺鞭其实还是比较少见的，对，因为一般来说的话，齐亚娜的出装都会跟着自己的天赋来。电刑肉齐亚娜，这边进来的话会有一个睁眼能被看到。Flapper 六级赵信要不要动手？但是排完这个眼之后也到达六级，两边都看到了，在野区作战肯定齐亚娜还是更有优势一点。想来还是算了，而且这波看起来应该是中路卡牌要推线，然后借助上路的这波兵线进来要一起包嘛。不过中路好像塞拉斯也有这个机会，下路同时对拼点燃给上水银币有点危险，平 A 再一下一个 Q 技能，这边拿这个人头，这边还是 A 掉了，但是猫咪有机会收了，猫咪上路先 A 一下 A 出去，艾黎触发了这个伤害，关键的时刻一口艾黎。嗯，这波猫咪有一个人头进账，非常舒服。这两波其实 Trevi 的这个 Q 都空了，还是比较可惜的。对， Q 中了的话，其实这个双人线是稳稳能打过的。嗯，哎，我们看一下这边 Zayn 的出装，他也没有像之前一样，他这把好像还是要出。对，之前其实入围赛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也有一把就是带了强攻但还是做了星矢。嗯，确实算是比较特立独行吧，但是也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把盾弓出完之后，然后出个收集者。嗯，对。现在尤米开始挂打野了，入侵一下下半野区，知道你红刷了，直接来过来啊！这要被推墙了。尤米现在才五级，但现在大招过来之后，
哎，现在卡牌飞过来，借助自己点燃的伤害成功击杀。Worken 能走吗？走不掉。我这里 Blaber 太上头了呀！而且这两个人刚好贴着墙站，就下路肯定平息后了，下路没人的。这也太尴尬了吧！这两个人双双被推。他应该是戳到那个红 buff， 然后并没有看到有人在，他以为就是一个简单的反 buff。对。再看一下，哦，这是下路的回放。对拼来 ，Q、哦、没有命中。上飞给点燃，因为 AD 是没有治疗的，所以没办法上路来了。这边偷的一个，哎，但偷的这个大招被打断了，反而是这里 Fuji 自己有点危险。兄弟，你人呢？人到哪儿去了？快走，再回头进草，但是没有什么办法。下个 Q 好了，还想绕一下，完了，因为塞拉斯走了过来，直接烧烤起来，烧烤起来，这波可能就是要被单杀了。但是 Pros 有机会帮他找稳一下，技能拉到，这波也没有必要再交技能了。是的，就只能给队友拖点时间嘛。我本来这波是稳杀之局，但是 Larsen 在中路是牵制住了 Perks。啊，这波被打断其实挺伤的。嗯，这波确实太伤了呀，上路白死了算是。而且卡牌还补了一个镀层，满血感觉、哎、有机会，有机会，因为这边其实 Perks 没有什么作战能力，但他有一个闪现。哇，有点肉，确实有点打不动。其实 Inspire 的装备挺好，刚才如果。就是他有大招的话，应该是有机会，但刚才是大招没好。下路 Blaber 来了，将功补过，兄弟，刚才不小心带你送了一次、哎，感觉机会刚好呀，直接戳上去啊！哎，但是这边给了一个眼，没有选择戳。如果自己直接戳上去，肯定杀不掉娜美的，娜美毕竟有大招。有点稳健。闪电好了，来，再消耗。那这样，你赵信在下路的话，希娜就可以直接去动这个峡谷先锋了。那肉哥的节奏突然好起来了呀！现在肉哥节奏还挺不错的，而且卡牌下一个大招感觉又是有机会可以去飞一下。Lever， 刚才这一波大节奏直接把前期优势几乎全部送掉。拉森还要过来拖 F 六，但还好 Lever 出去送遭殃的是自己，因为他没有送线上的人。要他送了什么卡牌两个头或兰博两个头的话，那遭殃的就是线上。感觉 Vulcan 比较难受吧？嗯， Vulcan 上错车了，对，跟错人了，跟错大哥了，这个大哥有点问题。科学出来，现在 Inspire 拿到这个神话装，而另一边紫薇还是出的星矢。直接来正面，先锋，我们看一下这边 Inspire 的要选择放在哪一路呢？其实感觉中上都是有机会的，特别是卡牌能帮卡牌推了塔，那肯定是最好的。或者找个机会包一波上，然后把上塔推了。哎，就在此时，上路人很多，上半区人真的很多，而且 Larsen 还有大招的，直接来了，大招撒一下，大招闪现走，溜。推到墙上，墙有没有人补伤害？而且有个大招 Q， 哎，但是伤害差一点点，闪现 W， 哇，差一点，哇，两个人点燃没给上，而且群里还把闪现和大招丢掉了，这配合好尴尬。嗯，而且追的比较深，所以卡牌这个位置也没有第一时间能支援过来。Fuji还捡了一条命回来 ，Perks 想要干嘛？想要找人，想要杀这个 Trinity， 娜美是没有技能的，娜美没有闪现，没有大招，是的，这一波肯定想要杀这个娜美，但是这是一个小娜尔，与此同时下路对拼，拼了一套，这边是直接杀掉了卢锡安，辅助不在家呀，嗯，这边是直接交了辅助的所有技能，完成了一波击杀，这样一来的话下路可以吃塔皮，哎，不过旁边有 TP。也就是守一下这个镀层，因为上路卡牌在吃线。火箭腰带往前推一下，还想追，哎，没什么机会啊。A 哥盾上车，赶紧溜。下路怎么回事？还撒嘛，直接上线，大招起兵，但是这个其实有点没办法了，因为对面就是强越的，没有什么操作，就是我把星矢 A 出来刷个盾，然后。猫妹在刷个盾，我扛塔，就只能说辅助不在 ADC 太容易被杀了。嗯 ，Perks 前期一直游走，但其实自己补刀是被落下不少的，而且卡牌这个英雄就喜欢给你补刀，他补着补着自己可以硬超的。
甚至他这把补刀领先很多呀，配合上他被动，他现在对位经济应该领先蛮多的。而上单这个位置上，现在 Fuse 有点不好过，被针对了两次，当然也被自己人针对了一次。是的，主要是这波峡谷先锋一放上塔要掉了，上路落后一千多，落后一千二，哇，中路也落后一千二，现在领先几乎没有。对于 C9 来说，现在劣势挺大的。九 AD 位上面这边有一些小小的领先。虽然这里欧德温内想要对拼，但是 Perks 毕竟是个塞拉斯，塞拉斯一吃回血，这兰博有点没办法。Larson 这把非常的乖，出了一个永双。还松弛在时间14分钟，哇，双方终于想起来有小龙这个东西。Lever 直接过来，先动小龙，这条土龙，这也算是打一个灯下黑，毕竟下路在推线。打的也比较寂寞吧，就对面完全没有过来。但是兄弟来了，兄弟帮你打一下，打一下。就来了自家的人。塞拉斯应该差点钱，因为他落后挺多的，现在回家好像还差一点点才会有永生。而劳尔森就一直补刀，他领先补刀，然后再加上自己可以硬超，领先的已经足够多了。小龙打完之后，其实 C9 这把要赢的话是可以拖的，而肉哥这个阵容其实容错率会有一点点低，他这个阵容其实挺飘的，就无论说兰博卡牌卢锡安，一被找机会都是很容易死的，特别是辅助。这边抱团也拿不到什么实质性的效果，因为小龙已经被打掉了。对，只能说点一点中塔。上岸想要找一下 Fuji， 但是 Fuji 也非常的沉稳啊。边 A 边往后靠。但现在卡牌一旦被分配到边路去带线之后，其他这个大招的收益可能就会比较低了。看偷谁的，直接开大过来，向这里扫一炮，有一点点危险，但是没关系，自己跑得很快，这毕竟是个女枪啊，跑得快，飞快。猫咪还有虚弱，这波打掉了对面两个大招，哎，卡牌来了，卡牌交流这边，这边，哎，在永双，这边完全不怕，因为这张红牌，这很稳啊，这张红牌我觉得其实挺有道理的，因为这边有一个进化，他丢黄牌就吃进化，他红牌的话就是你有进化，你这时候就要得考虑交不交，交完之后我永生还可以再定一下，但是后面有个进化的韧性，想来想去这么说黄牌他就必交这个进化的，是不是好像黄牌可转，我感觉他就是想骗一下他想骗一下嘛，是因为其实刚刚就算他交黄牌也一样杀不了，因为后面还有一个赵信在蹲着，卡牌一根伤害还是蛮低的，现在我现在补刀已经补出了1400的差距， Perks 一直在补团队最烂的那条线，这拉森默默发育啊，经济有点高呀，凭借自己的被动火炮已经在手上了，是的，而且现在边线的优势的话其实在兰博手里，这个对于 Rogue 来说还是一件比较好的事情，六级如果想要翻身他只有出智慧默认的那一波有机会可以打，还直接踢到下路来想找机会，这边量大呀，感觉可以量大飞这三个人，哦，没有选择直接飞，但是想飞还是有点难， AD 有进化，打野有大招，现在想了想肯定还是上单好飞，但上单一直靠后，这把感觉飞上单不是特别好飞，因为那这边是裸了一个水银鞋，而且应该有传说韧性，想来想去控不住。塞拉斯好像还真不错，塞拉斯把是个 CD 鞋，但塞拉斯的位置直接自闭草丛 TP 来了，哎，塞拉斯 TP 到后，这两个人轮流上身交闪现，反而是 Perks 自己位置有点危险，交了一个 DF 二连，哎，一下平 A， 这边是一个狂风加平 A 和三把拿到了这一个 Zven 的人头。这就很尴尬了， Perks 直接绕后 TP 是踢到了人群之中啊，对啊，而且这波说实话 CJ 完全没有必要打的，自己双人组都是没有自己的下路双人组都是没有大招，这波其实守塔就蛮不错的，这波打完中塔一掉感觉肉个节奏非常好啊，现在这波你放大招我放大招直接火烤你不让你放大，哇，这个 TP 的眼位太大胆了，
就这么很尴尬的是，纳尔根本就没来到正面战场，对，他就已经死了。前面毕竟也说了嘛，这个人是比较好控的。Perks 他既没有水晶鞋，而且他应该看起来啊，就算有双收刃剑也没有太大用。第二个先锋，直接到手，直接控下来。现在 Rogue 已经领先了5000块钱，只要稳扎稳打，边线带一带是真的是挺好打的。是的，而且这个时候他团战也好打，毕竟现在卢锡安这么肥嘛，卢锡安发育好，然后再加上打野也这么肥。下路这个兰博在塔下也不想动手了 ，C9 这边有个秒表，不敢动。其实主要还是感觉 C9 现在打的就比较尴尬，因为边路带线不舒服，然后中路的话，如果对面抱团过来推我的塔，我这波团打开还不一定打得赢，因为对面的支援很快。先锋招上路，准备给 Larsen 吃个600块，两个人一起分吃，一人300。有没有兄弟来帮一下 RP？ 帮不了，直接325。就二先锋的价值算是打出来了。嗯，推了一个上路塔，而且左边输出多，其实打龙速度并不慢。来，得问没有进化的这个位置有点危险，吃了一个永霜定在原地。猫咪赶紧跑，而在野区两边遭遇中单遭遇打野 ，Inspire 先交了大招，但是打 Perks 并不是特别的疼。这段时间感觉C9有点频繁出事啊。哎，投个大招晕一下，晕住了，晕住春饼，这是一个娜美，娜美有点危险，交出闪现，先往后撤，但是 Blaber 就没有那么好运了。Inspire 直接在正面配合上兰博的伤害，收掉了赵信，而且这个大招撒下去 ，Perks 局部围歼差点被做成了烧烤。是的，队友这波那怒气很好，但是队友都倒下了。那这样一来的话 ，Rogue 前期控的节奏非常不错，这波辅助还没有死，小龙应该有机会也可以控。一张牌，永霜再接一个娜美大招 ，Riven 这波就完全没有动，被定死了。因为前面交了进化嘛，那这波真的没办法。不是啊 ，Q 闪，扔完泡泡然后直接闪现走，队友还能跟上一定的输出。然后猫咪这个时候上不了车，直接被卡牌收掉。纳尔也是在旁边干着急，感觉有点绝望了呀 ，C9 这一把。是的，因为他们这个阵容主动找机会的能力比较差，我感觉。确实，因为辅助是个猫咪，就只能让打野上去会好一点。但你现在这个局势，经济落后这么多，容易很容易被反杀，大招推空了。但是飞机还是能走的，打了一个三环加速，赶紧溜。就是齐安娜现在一套伤害不容小觑啊。二次讲来讲不飞了，飞上路带线。嗯。但是现在上校还是比较，他倒是没有那么看好 Rogue， 因为 C9 阵容确实往后期打有的打，但是这段时间会有点点难受，不是特别好拖。嗯，我觉得 Rogue 他有一点就是他打大龙一定要格外小心，因为自己全是脆皮，没有一个人可以扛龙，他如果在大龙附近出一波是有可能要被团灭的。其实他可以压上半区的视野，然后让这个齐安娜在野区去发挥一下。对，因为上半区已经是没有上路区已经没有二塔了。对，而且卢锡安其实在野区里面作战，包括就跟着这个娜美，其实效果也会不错的。而且 Perks 哇，这把装备实在太差了，完全想不到是这种装备，现在连金身都没有。其实他这装备已经有段时间了，他上波死就是上波在中路 TP 下来送的时候就已经是这装备了。现在下路双人线还是在野区，想找一下这个纳尔的麻烦，并没有直接去上半区。那纳尔这确实是一个麻烦，因为纳尔如果去下路是真的有可能要出问题的。本来他想开，啥都没有戳到。没有戳到了Larsen，反而是C9显得现在打的就比较着急了。很想找机会啊，但是确实不好开。而且他守线能力也不是特别强，因为中单是个塞拉斯 ，AD 必须用大招才能守住线。下的火箭腰带，哎，塞拉斯回家出金身了，这波想要动吗？但是没有什么 TP 的眼位 ，TP 眼位实在太远了。而且 C9 可千万不能在这里打呀，这个地方齐安娜太好发挥了。
最好在中路的正面打团。Arson 这边已经掏出了自己的巫妖之父，而且再加上 Rogue 现在领先整整9000块，对于他们来说，现在只要在野区杀一个人是很有可能直接动大龙的。但是直接动大龙，哎，等一下，在野区找到你 Spider， 你 Spider 直接被这边秒掉了，被这边猫咪收下人头，旁边想要去动谁？想要动这个 Trimby 这边能走吗？但这边是一个火龙地形，能够走左边，再交个闪现，成功溜掉。怎么还在追呢？被 Q 了，扫的好像不是特别的好，吃个 buff 吧，这波算是一个安慰奖。这个 buff 居然还是 Old One 吃到。那这波是用 Flapper 的一个闪现，直接打了一个终结，还不错吧？只能说。但是这个终结是猫咪拿的，主要是。这如果是女枪拿的都还好，就劣势这么大，能找到这波机会已经很不错了。本来我这波是直接去了个三重爪击，第三下闪现一条，而且必须得说 Trimby 的这个压起身压得非常好，他直接压住了 Perks TP 下来的位置。娜美这个水炮其实还是蛮难丢的。但下一波 Blaber 没有闪现了，下波怎么开呢？下波这就是一个问题了，因为前面也说了 C9 这个阵容并不好开。可能要等小龙了，这波大龙的视野其实已经被 C9 抢了回去。我觉得现在对于 C9 来说唯一的好消息就是龙魂节奏会很慢很慢。龙魂节奏绝对能等到它发育起来，但是坏消息就是现在对面装备实在太好了。我们看一下左边的 AD 三件带无尽，中单三件，而上单来说的话也已经有金身了。现在团战方面 C9 是真的很难打，几乎没得打，除非说每次有人滑到脸上来什么之类的，就犯那种比较明显的失误是吧。对，但韩萨玛很少犯，韩萨玛在欧洲真的算比较稳的 AD 了。两边都来到下半区，小龙还有20秒钟刷，牛弓一开，又想在野区打。得问吗？得问。哎，跑得很快，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女枪开幽梦，跑得飞快，大招直接洗。哇，但是有点遭不住卢仙的伤害，卢仙伤害还是很高的。这边顺势带走了中路的二塔，打得真的太被动了。这边走位发现了，怎么说？但是自家队友就在旁边，算了。女枪也没大，这波要硬打的话其实也不是那么合适。但是现在女枪伤害还是够的，拿了一手这个龙已经刷新了。其实 C9 完全大招，C9 完全可以放，但是看起来 C9 又是有点想打，他有点想通过这个中塔来逼对面。抹鱼飞弹，哎，伤害还可以，哎，真不错。得问交出了自己的进化，那这波交完进化，兄弟们溜，这波没进化卡牌一直飞我了，溜。还是没能打起来啊，这波 C9 其实很想开。对，但确实还是开始罗宝说的那个开团太少，这咋开啊？这只能等赵信有闪，而且刚刚那个还是非常极限的一个开团。哎，一技能没拉到，如果拉到的话，可能 Old One 要交闪，因为他有金身，感觉还是很难死。哎，等一下，我们注意一下 Larson， 现在他的装备，他是要往虚空之上走，他又是好像要偏输出一点，但是直接法穿棒。说实话，这把如果他飞后排的话，可能需要一个精神，但是自信就是自信，卡牌人朱迪，他可能觉得团战的话，他只要跟队友飞正面就可以了，他只要控前排，打完伤害就失去他的作用了。对，他现在召唤师技能蛮骚的，没闪现，一个虚弱，一个护盾。对，他现在主要是野区的这个视野一定要掌握住，才能给到 C9 大龙压力啊，不然靠小龙的话肯定还是等不下去的。但是现在大龙真的还是那个问题，他这个阵容打龙太脆了，他如果真的打大龙自己会出问题的，就只能埋伏找机会。哎，塞拉斯位置被看到了，赶紧溜。 C9 一直想要有动作，卡牌量大了，看一下飞哪，飞上面，飞上面，来先抓嘴问，嘴问交闪现，不给你机会。那这样一来的话，包雨反包，后面纳尔有 DP 的，娜美这个大招大中两个人，直接推到三个，先秒到了赵信，而且 ZV 走不掉了 ，ZV 是没有双招的，猫咪赶紧逃，逃到了 Perks 身上。哎，等一下，DP 交了，你在干什么？这个位置不是你该来的地方，是的，你走错边了呀。但是 DP 交了也就交了，也没有办法。那大龙没了。是的，确实是那个问题，就在野区作战的话，肉还是太强了。拿完大龙 ，C9 就没什么机会了呀。确实没什么办法。对，这都太少。
只要 C9 劣势局要出于吃兵的话，确实会一直被卡牌和齐安娜找到机会。是的，而且现在卢锡安三件套也是最强势的时期。来，贼问，哎，看一下后面有个落单的 AD， 走，掉闪现。哎，这说实话太绝望了。嗯，大家兄弟从野区过来救一下，救一下。贝尔看到一个好的时机，直接推三个。这波娜美的大招也很关键。直接推了两个，推了两个。是吧？这齐安娜确实发挥的挺不错的。就关键的团战都是靠他去打的控制。哦，陈米很开心，很开心。没想到娜美大了这么多个，而且还给打野创造一个时机。是。现在经济差距已经来到了10000以上，在野区找，找的是一个齐安娜，但齐安娜有一点点肉，这边还是被赵信给收掉了。不过旁边我的完得过来，拿了一个大招，四收掉。我这一波因为，而且还能追，还要上韩三吧，交出一个闪现，交闪现，这边想要换，要换嘴问，但是这边我伤害非常的高，哇，太高了，但是旁边春笔你应该就走不掉了，这一波大龙居然自己还打亏了，你别说这一波好像 C 九有机会可以推下中塔哎。就跑到高地附近的野区浪了一波，而且这一波肉哥他掉技能掉太多了，这一波辅助是掉了全部技能， AD 也掉了全部技能，还好这一波汉萨玛没死，汉萨玛毕竟是一个全招，是一个双招，而且他是1000块钱啊。怎么其他他有点尴尬，没有拿草元素啊，是直接拿了一个土元素来探草丛，如果有草元素这波就不会死，而且这个闪现上前确实有点点拖大了。哇，硬换伤害实在太高了，爆了两枪直接给人爆麻了，他还跑了，我感觉他往前走阿 T 也打不过他。嗯，但是怕嘛，身上有点稳健，感觉他都不用跑，回头两枪阿 T 就要开金身了。我嘴问现在怎么这么稳啊，他身上有进化的情况下他还出了一个水银世代，怕呀，这卡牌一直盯着他扔黄牌。嗯，他感觉一个进化可能不够用，现在 C9 如果要找机会他其实可以试着去找一下卡牌和这个卢锡安的机会了，因为卡牌他是没有金身的，可以找，而卢锡安现在没有双招，说实话很难再有刚那一波机会了。对，刚才就是有点上头了，对，刚那波齐安娜一波连串草丛，刚好草丛里面三个人。嗯，这样一来大龙 buff 算是小慈善吧，就拿了一点点经济。这个位置这个龙感觉直接让了吧。对啊，这在外面完全打不了。嗯，完全可以拖，这装备差太多了，再往后拖一下。现在C9最大的问题还是他取不出钱来，因为对面推了6个塔，他一个塔都没推，有很多存在银行里的经济他拿不出来。对，齐安娜和卡牌让他们河道都过不去了。嗯，完全不敢过去，过去就要被提款，他们只能吃推怪的兵线，很尴尬。现在对C9来说下午这波兵娜可以吃，但是这把娜说实话发育也很差呀。如果再看一下有没有人会来到中路清线，发现并没有出门啊！来，直接吸，哇，这边要吸死了！直接点上一张牌，收到了 Zven 的人头 ，Zven 是没有闪现的，而且直接推高地了。因为对面有塞维尔达，再加这个减速，啊，这个伤害真的太高了，根本扛不住。推完中转下，现在塞拉斯在外面换，肯定也是换。阿 B 回家吧，来不及的呀。对，阿 B 这波线还要清完再回嘛，他清完再回，这波高地也不守了。阿 B 这波防一波玲珑塔。哦，前面拿了一条龙，哎呀，这个大招太痛了，大招晕住，原地开了一个金身 ，Blaber 有一点点危险，只一张牌，一张牌，什么伤害 ？Prince 好像也没有办法了，只要一波结束比赛了，32分钟，欧美大战今天首日战成了1-1平 ，Rogue 是在这一组拿下一分，直接就点基地就可以了。我们恭喜 Rogue 拿下了这一次世界赛的开门红。那同时，今天的欧美大战战成了1-1平，不知道过哦，不知道之后的话会战成怎么样？是的，也是跟我们，来跟我赛前的预测有些许的出入。其实我还是比较，怎么说呢？我之前会比较看好 C 九一些，但是 Rogue 今天打得真的不错，而且 Larsen 感觉正常很多。Larsen 今天其实发挥真的还行。